就当下有突发情况，那都会解决。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会上车，但实际上娟同学比我心急啊，他已经先上车了。真是。而且侧踏的这个部分啊，确实上车也改变了我的一个上车方式。你像我一般上车，我就喜欢这么上。但是我第一次上这个车，我是怎么上的？我给你学一下，是这样上的。那么如大家所见，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赛博特这个新大通哈佛 4S 店。那么今天到店的主要目的呢，其实还是要看一下这款新车，也就是哈佛的全新 H8。之所以说全新，其实还是因为说这款车型在我们说上市以来呢，还是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关注。那让大家伙其实不太理解的一点，包括我们自己不太理解的一点，主要还是看到有关于重要的信息显示，它都是以我们说避让开中间这块这种信息显示屏去做的，左边右边的比例都可以看到吗？画面用 DV 拍摄的时候，或者手机拍摄的时候，它的这种抖动的程度，大的一个空间，对吧？开启的部分做的也还好，而且内部的整个灯光也有，嗯，而且这个是，哎，我们来给大家，哎，很有意思啊。看我刚才左腿是在这个位置上，我现在把它拿开，看见了吗？它给我们留下了中排乘坐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很多车型的设计当中啊，它给你遮住看不见的地方都给你省了，而这个车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可说的。速度输出在这边，嗯，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该车的问题收集。那作为问题收集篇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测试车型这台哈佛 H8 的试驾车呢，也是一个新款车，它有很多新的功能，但是有些新的功能其实设计的位置可能不太合理，比如说前置摄像头。咱们都知道这个车辆的前方影像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些时候停车的时候，包括咱们说跟车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前车影像，尤其是咱们说如果将360度全车影像的模块插上之后，那么全车的这些个模块呢，都能够去用到各个位置摄像头去做一些这个视频采集和录制工作。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呢，用处是很好的，但是请考虑一下前车迸溅起来的这些个水花呀、泥土啊，或者说是雨雪呀、泥泞这些东西啊，有可能会把这一侧呢弄得比较脏污。所以我们建议将厂方是不是这一侧的部分的位置呢，给一个相对合适的这么一个隐藏式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而像这种位置来讲的话，真的是跟前车在一起走的时候，那很容易把整个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视线啊和这个视角画面都完全给你挡住，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纵观全车，我们来看一下该车这些设计细节。在我们仔细观察了整车之后呢，其实实际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一些多的。那么这一侧的叶子板和内侧的叶子板，在我们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该车的叶子板内部的填充呢是几乎没有做的，但实际上这一侧的里面的填充方式呢还是以我们说以这个 A 柱部分位置的一个封堵为主，所以从这一点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它的刚性毫无意外的是会影响到有关于我们这边的整个声音共振这一侧部分的问题，所以这个标签呢我就给大家先扯下来了。那么紧接着呢，我们从这个全车的减震啊，包括悬架呀，以及我们说整车的一些外部的工艺控制上面来讲的话，都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说前悬和后悬之间用料比较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减震和这个降噪工艺啊，这一点来说做的都不错。而整车的这个外后视镜的设计呢，其实我还是希望提醒一下厂家，虽然说不是这台车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之前的反馈当中收到了来自于部分魏派车主他们所反馈到的这个镜子的边缘部分这个镀层有一些起泡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厂方能够去联系这个配套厂，把这个边缘部分这边的一个工艺啊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当然这台车并没有，只是一个提醒。而整车的各种这个密封工艺呢，包括咱们说门边的这个门缝的空置啊，包括咱们说这一侧部分中缝，
A 柱这边叶子板的一个切缝，处理了这边全部都采用了胶条的方式去做一个密封和封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问题，而且整个中间的这个侧踏强度也是完全够的，上方这边的这个行李架强度也没问题。在仔细观察了全车之后呢，其实不难发现的是包括整个车辆的钣金对缝工艺，咱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侧，因为我正好将我的指甲盖在这两侧的位置剪了个平面啊，所以这侧的位置和那一侧的位置几乎都是一致的。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也能够突出说这台车型它的一个不错的一个设计底子，以及我们说扎实的一个工艺体现。当然了，针对于这台车型的话，在外观上的设计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我们来进入车内看一下。那么在打开车门之后呢，不出意外的我们还是将这个门边的胶条呢去给它做了一个拆除。那么拆除了门边胶条之后呢，你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首先这个门边的胶条呢，它的材质用料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拧成这样的话，这个整个门边的胶条软硬部分的这个位置和它整个这边褶皱做的都不错，而且在整个胶条内部嵌合工艺当中做的也是蛮方便的，安装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同时它将整个车门这一侧部分的冲压工艺，也就是我们这中和这个冲压工艺啊，你可以看到做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整个车漆的这个云涂做的也 OK。 在整个夹层这个部分的位置呢，一直延续的都是一个三层化的设计，那么在每一个续接面当中呢都会有一个断点续接，所以整体的安全上面来说的话是不存在太多问题的。那再加上我们说整个内部这边的一些这个气囊啊，包括咱们说整个内部这边填充啊，以及顶块的一些支撑设计，哪怕说到这个 B 柱部分的位置，这些个卡扣卡点都是让这台车型拥有一个比较好做工的一个体现，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异响。而恢复的话呢，其实也很非常好，非常简单。你可以看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是它一个卡扣槽，第一层是卡扣槽，第二层是一个密闭槽，而密闭槽它密闭完了之后，你会看到在这边留下印记，看见吗？非常齐的一个印记，我们只需要把它卡回去就好了。可以看见吗？我在每次卡回去一个点，这侧部分的韧性都非常好。嗯。OK， 那么这台试驾车呢就完全恢复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车内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有没有其他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观察完整车呢，其实实际上针对于它的一些这个已知的一些问题的改善呢做的还是不错，比如说这个部分的内饰板件卡得非常好，再比如说下方这一边整体的这个屏蔽啊做的也没有问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油门踏板这边的整个位置传感器可以看到是来自于博世的，也就是说整车这边的运行质感呢都有其他的一些供应商去给它做一些匹配调教，用来保障这些东西。那么还是说问题啊，这个部分老生常谈的话题，抽拉我得先让一下，放到这边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我现在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它现在不是一个平行角，这侧的位置呢是有点侵占了，同时这个部分的位置呢还是有些空缺，而且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些弥补。而这个时候的抽拉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在于这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这个板子完全放过来之后它是卡在了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位置的设计可能和它的高度容错上面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标签我就扯掉了，接下来呢则是整个中控部分的一些异响问题，听到了吗？而这个异响部分的来源呢是来源于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下，哎，没有了。所以其实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个仪表的设计呢，像这种框架的设计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由于本身是分体设计，所以它会存在一定程度上面的一些轻微的共振。那本身它这种框架的设计理念呢其实还是可以的，而且它将整个这边的玻璃呢也是比较提前的给到了一个这个防止眩光的这么一个角度上啊，但实际上这个强度啊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对缝，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些优化。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主机屏，我们这边呢贴上了一个条，
上面写的是应用。而之前的解析过程当中呢，其实咱们都不难发现，这个车型对于 USB 的支持不是很友好，这是第一。第二是一旦有了一些故障的或者说错误的不支持的格式之后呢，它会将整个介质完全屏蔽，只给你留下其他的一些这种读取选项，比如说图片或者音频。而即便是在音频选项当中的话，它也针对于 APE 的格式没有办法很好的识别，所以这个还是希望能够去获取到有关于多媒体这边的这个技术授权啊，技术授权，然后能够给它给到这样的一个功能。那针对于这个车机来讲的话，有 CD， 有 U 盘，有蓝牙，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功能进来，我们觉得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主机体验。那再接下来则是我们说看到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中控台的部分。这个下方整个工作面板都没有问题，而在这一侧部分当中呢，首先你会看到这一侧有一些轻微松旷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它本身的开启的方式呢，是在这个下方的这一侧，一定要在这一侧去开启。打开它之后，你会发现这一侧的开关面积比较小，我们建议呢，它能够将整个开关优化到上方，用按压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打开它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内部啊，没有灯光光源辅助的。啊，所以我们建议把这几侧呢做一个填充和做一个优化处理就好了。同时的这个部分的位置也是相当尴尬的，那么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建议还是另选他位啊，会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OK， 那么再接下来呢，基本上前部的问题就已经归纳到这儿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排座椅这边空间上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打开后门之后呢，我们还是先坐进来吧。舒适度不用说，绝对没有问题啊。但是和前门一样，这个门边这边这个灯啊，前门打开的时候还好说，因为它本身这个门板的设计比较长嘛，它这个灯可以再往后延。而后门打开的时候，其实这个角度上面后车很难看得到了。我们建议将这个灯光的体积进一步加大，同时把它放到门边部分的位置会更好一点，更安全，这是一个。第二个则是安全带，安全带的收纳啊，这个仍然是这台车型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呢来做个实验。我们现在将这个车辆的座椅呢完全放倒，看见吗？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回位，这个时候有一定的几率这个安全带呢会把它完全夹进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我们建议将这一块呢给它给个粘块粘在这个位置上，那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而将整个这一侧安全带挂扣部分的位置是否能够给它给到这个部分的空间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啊，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而安全带这个部分呢，挂扣部分的这个锁顶位置啊，收纳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之前所遇到的一个问题之一。还好的就是这台车型整体的横向空间乘坐上面来说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紧迫，但是我们建议还是在下次优化当中去做更好的解决。这个部分的条呢则是来自于杯架。在杯架的整个设计处理当中，咱们家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手臂的放置会占据这两侧的功能区，而这个杯架的设计以弹珠式的方式会最好。那么我们再看到整个后排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呢会一步到这个尾舱来看一下尾舱部分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整个车型的尾舱设计当中的话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很多的一些优点，比包括啊这个警示音啊，开启的这个速度啊，也包括它的这个自动行人防护。当然了，这个下方呢仍然让我们找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拉手。它呢缺少一些逃生拉手，那么在这个设计当中里面只是一个我们说便于维修这么一个孔而已，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去给到这样的一个在全车断电或者是特殊紧急情况下需要用到的一个逃生装置，这是第一。第二是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其实你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尾门的关闭状态，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它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呢是由于本身它现在的这个导位槽，也就是我们说的引导槽没有设计的原因造成的。那如果说它有引导槽的设计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针对于复杂路况下，它的这个尾门脚量关闭的时候的应力效果和落位准确度也会更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个部分的位置我就给你们看到这儿。
那么在后排呢，其实实际上我们发现的问题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个后排，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备胎舱部分的位置的一个扎实的做工，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而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步到这个发动机舱，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整车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引擎舱部分的设计的环节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在整个车辆的引擎舱开启的部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部分的位置，给你看一下，就这个。开启了它之后呢，分为两道锁，但实际上啊，你只需要开启一次就够了。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已经将这个引擎舱盖打开了啊，那么就给大家直接看一下。在这个部分的开启当中，其实这样啊，你可以看到我的手臂，如果是以正常方式去开的话呢，会在这一侧留下一些剐触啊、触碰啊这样的问题。而本身这一侧的设计当中，它的这个边角，虽然说做了一定程度上面这样的一些打磨，但实际上还是不是太友好。我们建议将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可以做薄一点，然后在这一侧呢，做上一个薄一点的橡胶护套，啊，可能会变得更好。而且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的这个角度，是不是也能够去给它稍微长一点，再稍微往上来一点？那我们的手臂的这个活动空间会大一点啊，这个手指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应用度的问题呢，我就给你们放到这儿。那老生常谈的话题，就之前验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叶子板。我们现在从这一侧就可以看到，整个叶子板里面是没有填充的。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本身它现在的这个刹板部分的位置有填充，防火墙部分的位置有填充，上方的位置引擎舱盖有填充，哪怕在整个前大框部分内部的位置仍然有填充。这个部分。而且伴随着整个车辆在前大框部分下方这一边，包括像铝合金的这个前放正钢梁啊、中冷器啊，还包括水箱啊，这一侧的位置其实实际上都是比较热的。那么本身这个棉，它本身的这种填充物啊，那这种耐热的性质其实也不用怀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一个一个看，这一侧部分定位上面来讲的话，还是有些松旷。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还是能够去做很好的缓冲的同时，还是不要以松旷为前提去做到一个不同的共振度啊。所以这一侧的松旷问题给你们说到这儿。那么第三个问题则是这个车辆前大框部分这一块了。在这个部分的位置，我前面解析的时候提到过，这一侧部分的位置这个支架不是强度很高的，但这个部分的支架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这一侧部分呢，利弊的长度问题啊，包括它本身来说给到的这个配件配套这一块的这个强度。而且说实在的，这个还是一黑色，这个整个强大框是一紫色，虽然说不是很明显，但是还是有色差。这一侧的刚性位置我觉得还是需要去优化一下。再接下来的话呢，则会看到的是应用度的事情。那这颗引擎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油标尺，这个角度上面的事情其实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当整个引擎舱盖去往下压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会顶到某个位置上的。那这个部分的顶呢，其实实际上还不会太严重，因为它对位的位置正好就在这个附近，正好就在这个附近。但实际上我们在考虑到这个引擎舱盖闭合，尤其是我们说自己去把它去取放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它实际上连通的这个位置呢，包括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都不是太方便。那如果能够稍微弯点角度的话呢，我们从这个位置去抽拉的话会更省力一点啊。所以这是一个角度问题。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整个跟前大框相关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一侧部分的位置。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是为了要拆卸车灯，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要么就把这个拆掉，连带这个部分的这个螺丝全部松开，我才能够把车灯全部拿出来，否则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车灯完全做一个拆卸的。所以就这一点的话呢，还是得说。而且拆卸这个车灯的话呢，势必还要再把整个中网这一侧呢也要做一个拆卸，因为上方这边还是有些挂扣在。所以说在一些车型的设计当中，其实实际上还是考虑到更多的一些施工因素吧，这个也是我们说国产车型这些年需要进步的方向。那很多车型在进口车型设计或者合资车型设计当中，它是方便安装、方便拆卸、方便维护、方便保养啊，这四个方面很多国内的主机厂还没有做得到。而这个部分的问题呢，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就是咱们说现在这个字体的问题。说到字体，很多人这个部分的字体虽然说是写了，而且写的比较清楚，就是它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意思是明白的，但是字体太小。而这个空间对比这个图例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的稍微大一点，字号放大个2到3号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国产车型就是这个优势，那简单的维修和简单的这些工作其实都可以自己完成。 OK， 那么再接下来呢，则是我们所看到的局域板上面这一侧比较方便的这个刹车油注入口的问题，是比较松旷的，刚才也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一侧部分的位置也是需要去做一些修正的。整个引擎舱这边其实细数下来问题呢，都是一些比较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一台车好几万个零件组装到一起，它是有一些严谨的程度上面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优化和梳理的。我们还是很高兴啊，很欣喜的能够看得见哈佛这个车型呢，能够走到现如今今天这一步。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能够面世，能够给我们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一些产品。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0692车评中心，我是郑刚，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酷子频道以及我们其他频道的一些内容更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邮箱124214136这个 QQ 邮箱去留言，那么我们也会听取大家的建议，以及大家所期望去我们评测的车型也可以给我们留下言，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对接。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0692车评中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